又上，有个地方那个，牙龈，不是牙龈，是嘴唇、口唇，又痛，然后那个感觉好像牙齿啊，由内向外，由内面向层面顶的感觉，就水平方向顶的感觉啊，那个是远处的那个。大意思啊，当当当当当，面向那个向地球飞来啊，它产生压力波啊，产生的压力波啊，对牙齿产生的压力推力啊，是把牙齿的背面向牙齿的正面方向推呀、牙齿好像往前在推呀、往前在推呀、往前推了以后，好像发生了位移，牙齿往前侧发生位移以后，就卡到了那个。碰到了，嘴唇上面啊，所以呢，嘴唇那边痛，是这么一个状况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知道了好，知道了还是那个饮食后面很快饮食也来了好，知道了好，再见，再见。